Fairtech 是一家以半导体市场为中心，在高科技领域从事零部件业务的全球企业。本公司的半导体等设备相关业务，包括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家具、耗材用材料产品、真空密封产品以及零件清洗服务等。另一项主要业务，电子装置业务，经营一种温度控制设备及热电模块，以及业界市场成长快速的功率半导体基板。本公司的企业理念是满足客户，善待地球，赋予社会梦想与活力。我们希望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满意，为全球的环境保护贡献己力，通过产品制造回馈社会。我们将放眼全球，谋求与社会的和谐共进，不断提供能造福人群的产品与服务。与业务密切相关的市场为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前道工序市场 WFE 和全球半导体市场，两者均有望保持中长期持续增长的势头。未来与电子装置业务中的热电模块及功率半导体基板相关的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市场也有望增长。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的经营业绩，是因为拥有支持利基市场夺冠策略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核心产品磁性流体是以前的美国母公司在宇航局太空计划时代开发的对磁铁产生反应的物质。该产品被用于生产真空密封产品，还作为温控设备被用于各种行业。这些产品均保持份额的首位，为本公司的经营打下坚实基础。本公司作为美国母公司的日本法人成立于1980年，迄今为止积极开展 M&A 并持续发展。此外，早在1992年就已进军中国，也为公司的成长做出了贡献。本公司的主要产品群，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家具和耗材产品，通过 M&A 迅速发展，以日本为中心推动材料和生产技术的开发，并以中国为中心不断扩大业务规模。本公司以半导体市场为中心，主要客户是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设备制造商和生产设备制造商，是一家全球企业。作为全球策略之一，在今后最具市场潜力的中国拥有众多的生产基地，这是本公司的优势。为应对全球日益增长的半导体需求，今后将更加强在日本、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的研发工作，进一步完善生产基地。
Fairtech Holdings 及主要子公司 Fairtech Material Technologies 的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本桥。在石川县、兵库县、冈山县、千叶县、山形县设有主要生产基地。根据日本国内需求有望增长的预测，我们将以半导体市场为中心，在熊本县创建全新的半导体相关业务生产基地。今后，我们将利用日本国内的优势，不断提升研发机能和生产能力。